真正心里哭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是连一起游泳，他哭就会影响到我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懂了，我懂，演得很好，好好。然后，那你现在有对冯凯有什么要说的话吗？还是？哦，叶姐，你很烦呢、欸。你怎么了啦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正式的演戏，所以我看到我自己的头在上面，我好想哭哦。然后，就是我在这部戏真的是面临太多我的第一次。嗯。第一次演戏，第一次讲台语，因为我台语不好，然后第一次演连体婴，我相信连体婴应该也是很多人大家的第一次，没有人演过，对对对，算空前的角色，是的，是的。这个连体婴真的后面遇到太多虐心的事情，然后我为了要准备这个角色，我每天在家里看那个剧本，就是哭到眼睛肿起来，隔天去拍戏。然后导演每次看到我们就是在讲戏排戏的过程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然后真的来的时候我就哭不出来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以后在拍的时候再去跟你爸爸妈妈问一下，就是不然导演在讲话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比较适合。好，老实讲啊，你是不是跟他选择在没对吧？你介意，所以你想要台湾啊？不可以吗？咱分袂开，谈恋爱。不管你甲倒一个小金，别拢一个人两蕊目睭安尼甲你紧紧啊看，那你真会落去啊！若是你找到男朋友，我会足欢喜，我会祝福你。你是神，我是人，我做袂到。你明知影咱就毋是正常人。不可能有人对他付出真心，是要让你知道我们谈恋爱的可能性是零，是零。开心了一些。我们今天应该是唯一，就是很忍不住，很想要回到这个位置。哦、真的吗？好、哦，然后你们接起来的时候是这个位置连在一起。对，我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一直忍不住想要黏回去。然后刚刚看了前面，其实我从前面我就很感动，因为。会让我想到我们一开始要哭哦。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，对，因为其实你很烦呢。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压力真的很大，然后凯哥就是有以前听说，就是他真的很凶，因为他其实是很用心在要求，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两个打击非常大，就是每天一下课，我们两个就是怎么办，无时无刻都是这个状态，然后要上戏第一天也是，我们两个就是。其实我们常导演没看到，我们私底下手都是这样，一直边揉，一直边揉。对，然后因为刚看到就是很多，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历历在目。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走戏，导演在导戏的时候，其实导演都是先哭的那一个，他就边讲边落泪。然后我们也就是真的觉得很开心，可以遇到一个这么用心对待我们的导演。人美人心，不是一般正常的囡仔。你都要拔出来，你敢有法度回应这个稳定的生活？这就是咱一零哥有机连锁企业的新 logo， 用阮查某囡仔连体婴的形象所设计，硬真优秀，真坚强，而且拍袂倒，活出家己的模样。伊就是阮心目中的天之娇女。哇，你们的身体是真的连在一起耶！我们拿全部连做会，瓜马做会哦。我是上可爱、上美丽连体婴哦。